问野鬼，包括供养神明、供养三宝，成为我生命的责任。所以你每天都要供佛，啊，你每天在家里弄一个小小佛堂，然后一本经，每天要供一个水啊，供一支香，随便你，这是你活着的责任，啊。而且你每天要布施给外面的乌鸦，你不要说啊，乌鸦别人喂我不要喂，啊，有形的动物、无形的孤魂野鬼是我的责任。各位今天住在西雅图700万人的福报消灾是我的责任。由西雅图到美国，由美国到地球，由地球到法界众生，是你的责任。所以慈悲心是一种承担众生苦的责任跟能力。这句话重不重要？学大乘佛教很伟大的啊！那以这个能力，所以我发菩提心，愿成佛，这个叫因果，这叫发心了。所以念一下来：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、起慈心、起悲心、起真上意乐、发菩提心。这样，那你真是发菩提心了。那发菩提心以后，要把菩提心当作你的修行，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发菩提心去做。穿衣服，当愿所有众生有衣服穿，啊，而且呢，知道惭愧，能够修空性，这是你穿衣服、走路都要，对吧？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发起菩提心来串习，串习。各位，你不能懒惰哦，比如说，你负责来做老人院义工。那每一个老人，你都要一天去看他两次，你要规定哦。刚刚我听我们信师说，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有规定，2017年的规定，做小孩子的，一个月没有去看爸爸妈妈一次，爸爸妈妈可以告他，啊，可以告他，啊，一个月才看一次也未免的，接下来还要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意思你不能遗弃父母。因为现在这个孤独老人的问题、孤独死的问题已经太严重了，只好定这个法律来保护这些孤独的老人。他不是没有儿女，而是儿女遗弃父母，不理他，连丧事都不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独居老人不是没儿女，是儿女不理他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习惯吧。所以我想，这个真上意乐，各位要发起来，啊。承担，那你才发起菩提心。有了菩提心，你要经常练习。但是菩提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执。所以各位发菩提心还要练习，不断练习。练习以后还要断我执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我快乐、我痛苦、有我的存在把它消灭掉。你不把它消灭掉，你不叫菩提心。菩提心的敌人就是自私，我的想到自己啊。所以有一个比喻吧。我经常说，在优婆塞戒经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，你的独生子也生病，你的敌人儿子也生病。好，现在考试，请问这个药要给谁？敌人儿子。这个叫菩提心，菩提心以利他众生为止，而把自己放在最后，有点像地藏菩萨一样，我不入地狱谁地狱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众生都成佛了，我才要排队到最后一个。一般人就急的想要成佛，那地藏王菩萨是急的想要帮助众生，观音菩萨呢早就成佛，但是他变成凡夫在帮助众生。比如说你可以做皇帝的，我不做，你送我去监狱，我去帮那些监狱的生病人忙一辈子，这就是我心灵的国王。那他监狱里面他要受虐待了，他不方便，他不是什么大神通没事的，他只是心里平静，但是在生活上很苦。这个叫法王，以一切法自在，然后却在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，经典这么说，那你要不要按照这样做？这个叫戒律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，人依教奉行佛。怎么没声音呢？我在问，那才叫你想发菩提心呢？没有没有，我已经受过菩萨戒了，我不用念。你不是菩萨，假名菩萨。所以各位，你已经听到我这么说了，我把后面讲完好了。发菩提心以后，你叫发心力。第二个，你要不断练习，你一天要练习几百遍、几亿遍的菩提心。那再来呢，对治力，你要把那个伤害菩提心的这个我执业障消除掉。要一方面忏悔业障，二方面思维空性，
第三个善因力，第四个你要不断的累积资粮，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百千万啊、像明天要去放生，哇，最好各位放多一点，所有市场都把它买掉。啊，这个善因力就是说，你要一直累积资粮，发菩提心不是放在心里，是你要去承担。各位，你家有空房子，不要租人家，好不好？干嘛？收几个孤独老人，你来照顾，免费。啊，三个房间收三个，你要发愿呢，你不能说哦 no， 我爸妈难得死了，又找来。啊，那不行。所以就像我妈妈往生了，所以我就发起我要办慈悲基金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对我妈妈的方法，尽力的来帮助老人、病人、穷人。因为我妈妈在世跟做的，跟我妈妈往生了，我继续做。我不是说我妈妈往生我轻松了，啊，那你要积这个善因力。最后呢，祈愿力，也就是说我祈愿自己的菩提心乃是众生因为我而都发菩提心，最后都成佛。这个叫你修了愿意发菩提心，后面还有这个五个力量，所以念下来：发心力、串习力、对治力、善因力，就是你要去累积功德；祈愿力，天天祈愿众生都发菩提心都成佛。那这样这个叫前行发心啊，你说，当然我这样讲，你会说，哎呦，这个浪费时间。但是各位，你要思维习惯了，开个车走路。今天我要去跟某人讲话了，就像我刚刚，各位要开始念了，这边在忙，我们法师也念，反正你忙你的，他念他的，这样乱乱的，这个不符合佛法，不符合佛法。因为我认为，虽然我们是小小的，每一个动作都很认真。要符合佛法修行的次第，所以呢，你既然发心要帮助众生，那最好每天做三遍。贵啊，你最好你规定每天要做十遍。我认识一位，他规定每天做108遍甘露四十，或是烟供，或是水，因为他要串习啊，他要不断的去练习自己的悲心，因为真实有众生。那你要这样子不断从你心里面去修行啊。我想有这么比喻吧，就像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，她每天男朋友你好你好，我就要去买东西穿票，她每天都在串习，看哪一天我这一辈子把你抓得紧紧的，你不要找别人啊。她会有这种，做生意也一样，哎，醒来就钱钱钱钱钱钱，下班以后女人在哪里，我要去风流了，骗骗老婆啊！因为他赚了钱干嘛，就是要花钱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不是没有心，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把做生意赚钱的心拿来学佛的，很难不成佛。一个女人如果把爱漂亮谈恋爱的心拿来修行，也一定成佛。这叫众生皆有佛性，有那个能力，那是因为你用错了。那用错怎么办？那各位就现在你听我讲了，你就要发誓，这个叫戒。所以我发愿，我如果再这样我就下地狱啊！我一定要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你要有这个誓愿啊，把这个菩提心空性忍辱当做你的生命誓愿，那叫菩提心戒，或是最高的请别人诸佛菩萨证明我永远这样，不然我下无间地狱，那叫三昧耶。啊，就像不动佛这样跪在诸佛面前，观世音菩萨跪在诸佛，我如果失去悲心，舍弃众生，我下无间地狱，所以它名为观世音。那你要测试你自己这样去做。所以我想各位，现在我们还要再做一遍甘露施食，那我们也要一起升起这样的心。因为这样的心，那请问你这杯水会不会变黄金呢？所以我每天在路上有空我就撒米，对别人看我是米，这是一个黄金。黄金是世间最高贵的，在佛教比黄金还高贵的黄金甘露。念一下吃即解脱，鸟也好蚂蚁也好，像我们这次去西班牙我最高兴，我撒米撒出去要给鸟，
结果鸟都没了，一只蚂蚁搬一颗，啪就走了。那边的蚂蚁叫非洲蚂蚁，也虽然不大，但一颗蚂蚁可以搬一颗米，啪啪啪啪跑得比快的。啊，哇，太快乐了！他们在搬黄金。蚂蚁不是自己吃掉，搬回去巢穴里面给他们的同伴、给他们的儿女也好，给蚁王也好，这种心态让我们赞叹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是在撒米，我们不是在撒水，我们在撒的是众生的黄金，离苦得乐的依靠。所以各位，这一杯水你一拿出去，一言菩提恶鬼动身都可以吃饱喝到，而且呢，你想恶鬼升天，他马上脱离恶鬼道，饥饿。所以各位还会念破地狱咒，把地狱打开，那这些地狱的众生都来得到这个甘露。就算他不能来，我们会把他融入到地狱里面。所以对天道众生也愿他们得到这个甘露，因为他们天吃的是一种福报的甘露，我们现在布施出去的是一种净土甘露，让天人又能够吃到这个甘露，升更高的天，乃至往生净土。所以要这样去观想一切对所有众生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简单的只有一杯水几颗米，但是呢，我们对的是，我们是用佛的心在做佛的事，也让众生成佛，然后最后为他们念阿弥陀佛。请问往生者会不会去极乐世界？不得不去，因为他的福报太大了，他因缘成熟，佛力加持。所以我想这个跟你花钱没有关系，用心比较重要。但是你用心在花钱，这叫福慧双修，只用心叫慧，但是你要真实布施你的金钱、生命、时间，这个叫福。那这两个要合起来。但是你不要为了修福而忘了慧啊！我就布施很多钱，但是你不想断贪嗔痴，你不想真实思维空性发菩提心，你只是修福报。老实说，我刚刚从住的时候，我觉得住在美国的人有一个共善业，每个人住一个房子、一个花园，这个是很好的善业，也是过去有布施嘛。啊，不是穷人房间，但是去捐钱，给人家住得很方便，啊，给人家这个花草树木很好。那我想各位，这些福报，你不能说我学佛了，学佛是你要为众生修这个福报，给予众生这个福报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希望你住到西雅图来，这十年西雅图的这个经济突飞猛进，灾难减低，死亡超度。少人生病，那这个叫菩提心。所以三叔圣再跟我背一次来，前行发大悲心菩提心，正行不退转，安住无我空性。啊，这是在苦行里面，认真哦。啊，来，结行慈悲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同享功德，同成佛道。那请问？你为你的妈妈修一次甘露施食，福报大不大？我老实说了，我以前有一个老老板，他累世是我的父亲，所以他叫我去他公司上班，把我升一直升到最高的阶段，就不能升他儿子而已，这样子疼爱我。后来，但是他赚了太多太多的钱，花天酒地啊，后来就生病往生了。好在他太太很有善根，他太太跟他女儿说，哪一天你爸爸快倒了，你一定要找海涛法师，因为我是他公司的经理，后来出家的啊，因为他只听他的。这样后来他终于快往生了，但是挣扎很痛苦，又去不掉，他女儿就找到我，我说好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南部，他们在北部，那我刚好有一点时间，我说车子帮我载到嘉义一个地方，我要帮他做一次烟供，我去买一点点食物烟供。我做完以后回向，他就断气了，这样就断了。我开始做的时候，我跟他女儿说，我现在要开始做了，你在那边替你爸爸念阿弥陀佛。他那个乱跳啊，那就平稳了，那个呻吟的声音就不见，他就平静了。等我做完以后，他就往生了。各位，施食重不重要？也不是说施食，是因为你很认真去做一件事情，为他做。当然，我想的不是为了他，我想所有正在老人、正在加护病房、正在挣扎的，因为他让我有这个修悲心的机会。
然后呢，所以要虔行以对他的报恩心成为大悲心，专心的做，即行，因为他而回向法界众生，所以他的业障就消除，没有痛，没有呻吟，不再乱叫，不然很多要往生之前乱叫，家里受不了了，然后他就平下来，然后到断气。我对我爸爸也是这样，我爸爸正在送回家的时候，他们说要送去台北开刀，我跟我大哥说不要开刀了，89岁了。癌症都在胃肠里面，已经阻塞了，但是我爸爸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痛，这是他的福报，我爸爸在。所以我劝各位啊，年纪大了超过60岁了，不要再吃肉了。我爸爸在往生前12年决定吃素，最大的就是他不再生气了，他就吃素，所以他就什么腰痛什么痛忧郁症都没有了。到往生前因为突然觉得吃不下，我原来满肚子都是那个了，所以医生给他开一个通大便小便了，那这样就引起心肌，就是心脏有点衰竭。那他们说送台北，我说不用，送回来我们道场绕佛塔，绕佛塔。我不在，但是绕完我又跟我爸爸说，我爸爸5分钟以后安详往生。所以但是他有一点执着，他要照顾我这个儿子，所以他就成为我们道场的护法神。但是我跟我父亲说这样不行啊，所以你要往生净土，那你会更有福报，更有福报来帮助啊，你要善引导他，因为他想的是我，他想的不是菩提心，他要照顾众生。但是我要说，爸爸，如果你往生去极乐世界，你像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可以回向给我啊，而且可以回向给你累劫累世的关心的人，你要慢慢的给他开导这样。所以他就这样 OK 了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啊，你要用，我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说这德烈莎修女讲的，念一下，用大爱做小事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啊，不要有名有利，这样最好，因为会变心。但是用的是一个大菩提心，去喂蚂蚁啊，去点一支香啊，去洒甘露水啊，啊，所以我永远要劝各位啊，去买一只，难道我要买给你吗？啊，师父，你买了有价值。然后呢，这是马来西亚的，走到哪里喷一喷，对不对？下雨的时候我喷的更多，反正人家不知道我在喷。为什么？整条高速公路洒甘露，所以我每次经过车子我都会洒。为什么？希望每一部车子平平安安。很多信徒买了新车也是，师父洒一下，洒一下，这样。当然我说还要打开，为什么洒牛皮？牛皮嗡阿弥陀佛，牛皮也要超度一下啊，车内车外超度一下，开车平安。但是这个信徒拿钱给你，你跟他洒啊，这个外面的车你都不洒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每一部车子都偷偷的，因为这种有好处了，他有时候看不出来，有时候可以喷很远，有时候就是师傅没有地方做烟供，这不是烟供吗？啊，那里面都是甘露哎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回想一刹那的烟供。所以那重点是，这只是一般最平凡的水而已。但是这个水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神，回向六道众生，冤亲债主，上供下施。那你一个悲心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它遍满一切，走到哪里都一样。所以地球在前面，星球在前面，随时布施，胎儿在前面，胎位生病的人，所以你在家里最好写一些消灾牌位啊，往生牌位，在家里你就是一个大佛堂啊。各位还有后花园，那天有个居士说要成立护生园，我说很好，先把往生牌位整套送去你家，动物牌位，动物的啊，你就每天为这些动物布施一点食物，说一点水。我那些死亡的动物，这一区域的死亡动物天天来你家得到超度，先给他水食物，再给他药，因为他流血嘛，再送他去极乐世界，这样快不快乐？你永远不会失业啊！如果你喜欢做这种事啊，你不要去上班，我们供养你，因为你是菩萨，我们还有福报，供养你100美金，我们赚10000，哪里不好啊，这跟你在家出家没有关系，是你有一个布施的心去帮助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今天我们听到佛法，你就赶快努力去实践了。
那谁得到最大的利益？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夫妻、太太、儿女，认识你的人得到福报，因为他跟我们的语言最近了。累世的父母得到福报，所以念一下：一子得道，九贤七祖尽超生。所以一个人得到了佛法的道理，他去实践九贤七祖尽超生，因为他你跟他的缘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当我们去施食几颗米的时候，谁最得到最快？如果你有历代祖先六亲眷属还在恶鬼道受苦了，他第一个得到，因为他跟你的缘最近啊。所以只是说，除了这些，各位还要回想你的冤亲债主，就是你过去对不起的，对不起的，过去伤害他感情，破坏他亲情，可能杀了他，你也要特别回向给他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念简单的烟供仪轨，就是啊，这四个方向再念一次来：三宝、护法神、六道众生、冤亲债主，都是平等的供养。上供两个三宝跟护法神，下施两个六道众生跟你有缘的，所有爱跟恨你的冤亲债主，统统得到。那我想一支香也可以，一杯水也可以。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甘露施食24夜，也是怀着这样的心，用慈悲供养诸佛啊，用甘露供养护法诸天，回向六道众生，愿父母祖先消灾把度百位，老人院所有老人健康快乐，身上冤亲债主得到超度，往生的老人得生净土，好不好啊？那各位你没有白来，我们来到这边也帮助这些老人消灾，所以我把今天定做消灾超度法会，愿老人消灾，愿往生老人超度，这样我也没有白来，啊，各位也没有白来，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私而来，是为了众生而来。好，24夜，那大家就认真念。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接生命，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。